quando sono arrivato a Roma, a 26 anni, sono precipitato abbastanza presto in quello che si potrebbe definire il vortice della mondanità. Io non volevo essere semplicemente un mondano. Volevo diventare il re dei mondani.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荣获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绝美之城》本周上映，很高兴再度邀请到影评人张彦拓来到现场，我们分享。彦拓你好，凯英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我们说《绝美之城》获得今年奥斯卡金像奖，还有金球奖，还有英国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绝美之城》的电影本事？就像刚刚凯英说的，《绝美之城》它是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那我想如果大家有特别注意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这几年的外语片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它都会有很好看的剧情。那包括像是台湾观众都很熟悉的《送行者》，就是大约五年前得过的一个奖。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都会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像是谜样的双眼啊，像是《分居风暴》，那像是去年的《爱慕》，他们都是先在很多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影展已经得过大奖了，然后才来到奥斯卡。所以就常常会有人开玩笑讲说，其实你每年你摊开那个奥斯卡的得奖名单，真正的最佳影片不是那部得到最佳影片的电影，而是那个得到最佳外语片的片子。那今年《绝美之城》代表意大利的得到最佳外语片，那我自己觉得它跟过去几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是一部比较古典的，那甚至有点怀旧或有点抽象的电影。那它本身它的故事是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空白，而是它借由很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资讯跟人物，那你也可以说是借由一个没有很明确的主题，但其实它是要用很多很多的问号去引起看的人会去主动的想要思考这当中要跟你讲的一些东西。那这部电影我觉得最主要而言它有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是题目所讲的罗马这座城市的本身。那从电影一开场的第一幕，你就会看到它用一个有点荒谬有点甚至有点好笑的方式去要去呈现罗马这座观光城市它带给观光客的一种令人屏息的或甚至是心跳都要停止的那一种它的巨大的美丽。那也的确贯穿整部电影，你会看到说每一场戏它在罗马的不一样的地方拍摄，你会看到草原啊，你会看到古城墙，你会看到竞技场，或你甚至你会看到博物馆里面的雕塑，那或者它就只是城市夜空上的风景，或者是黎明下的那种一个的酒杯那种。其实这座城市作为一个场景本身，它的存在感以及它的美丽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强烈。对，那另外一方面它的第二个重要的元素是这个故事，它虽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可是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主角。那这个男主角本身他是一个65岁的老作家，那他自己说他其实他这辈子也就只写过那么一本中篇小说而已。那但是呢就40年前写的这本小说就让他这一生荣华富贵声名享不完这样子。那他也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他最向往的东西就是他想要得到一个雍容华贵的生活，而且他不只要那样的生活，他还想当
那样的生活里面的王者这样。對，那也的确也许是因为时机运气或他的实力，那也可能是因为说不定40年前的意大利真的是一个文艺的黄金年代，总之呢他就真的因为这个作家身份而拥有这一辈子的几乎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都有，而且呢他也有非常高尚非常好的品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男主角在片中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的那个打扮都是非常有设计的，然后一身意大利名牌风的那种感觉的一个造型这样子。但是其实整部绝美之城的电影呢，它是借由去描述这个男主角他的一段时间的生活，那他在这段生活里面呢，他跟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相处或对话，那这些人可能来自不一样的社会位置或者是不同的阶级，那他们跟他的对话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的对话都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些内容都是看好像又有点无关紧要，但是又好像是某些人生的大哉问，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它是要呈现出主角以及他身边的这一些人，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其实是在心灵上是有一种觉得好像哪里是缺乏的，哪里是空虚的，那因为他们年纪都不小，所以你可以想成他们已经不再拥有那种青春的无限可能性或者是青春的位置，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虽然处在某种焦虑里面，可是他们对于他们所生存的所身处的这种生活里面的那一些灯红酒绿啦、纸醉金迷啦那种浮华的东西，他又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看似空虚的生活里面呢，又反过来因为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也就是罗马这一个元素，因为这个场景，那你在这座城市里面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角落，它都是有很丰厚的历史跟人文的底蕴，所以呢这会带给你一种错觉，就是我好像我只要在这里生活，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不管说什么话，都格外有一种意义，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好像就带来一种永恒的一个观光客的状态，就是当你出国去玩的时候呢，因为这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特殊的过渡的阶段，所以不管你看到什么风景，或你吃到什么东西，或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你都会觉得这是很特别的，都是值得记下来的。那片中也的确就有这么一句对白，是主角他讲说，其实呢你在罗马你会看得到的最好的一群人就是观光客。他也另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他自己家里的那个 party 的地方，他就在讲，因为他们那些参加 party 的人，他们会玩一个游戏，就是大家手搭手，然后好像弄着一个人龙的火车这样在那边绕来绕去，然后就讲说呢，我们这个 party 所拥有的火车是全罗马最好的火车，因为他哪里都去不了，他永远都只会在这里。对，所以这其实是表达一些很有趣的面向。对，其实真的借着主角的口，他说出了很多对罗马的一个情感，好像是一个切割不掉的，就是觉得他很浮华、很向往，但是又有非常特别的寂寞，就很奇怪的一种组合。那我们说谈到绝美之城，一定会谈到意大利的电影美学。那有人说，就是绝美之城是21世纪的生活的甜蜜，燕拓觉得呢？的确，我也承认，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的确会让我想起当初看《生活的甜蜜》那种对情节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又对里面的人跟人的生活、人跟人说的话、跟人跟人的相处，觉得很有滋味的那一种的那一个印象。那我想，当初在《生活的甜蜜》里面，那费里尼他真正想要讲的，其实不是这个甜蜜本身，而是他要说，因为这样的甜蜜，他反而吞噬掉了生活本身的一些意义。那借由他呈现各式各样的那个生活的甜蜜的男主角所接触到了不一样的生活的片段呢，我想他并没有去否认甜蜜的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去否认那当中的不论是城市的美丽或者是女性的美丽，但他没有去否认这些美丽的光影，但在这些光影底下呢，却是一些很空虚或者甚至是有点堕落的一个生活的内涵。所以回过头来说，在绝美之城，我想他所想要说的也不是这座城市的美丽，而是要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它太美了，所以反而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迷失的，或者说是有一种我的生活很富有，但实际上应该是很空虚的那种被幻觉所蒙骗的一个状态。那你在男主角这个角色身上，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就像刚刚说的，他是一个拥有
要什么有什么的人，而且呢，他也是，其实他也是懂得思考，他也是有一直在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的。那片中不断有角色问他说：“你四十年前曾经写过那么一本小说，后来你怎么就不再写了？”不写了。那他自己讲说，因为我一直都在等待着，我想要看到一个真正值得被我写下来的美丽的东西。但是呢，可见就是这四十年来，他要什么有什么，他过着他想要过的生活，可是他再也没有去碰到一个足以击败他、足以让他心服口服的那样的一个美丽，这个东西不曾出现过。那我想，这种对于生活在一个浮华世界，然后对于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自己究竟追求着什么这样的东西，觉得迷失的这种感觉，同样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应该是其实你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你会有点同情他的。那但是呢，他这个男主角的角色又有别于片中其他的某些人，他们生活在这样浮华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是乐在其中的，他甚至是洋洋得意的。那他会去欺骗自己，然后也欺骗别人说，我觉得我成就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拥有很多，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很满足的。那么男主角跟这样的这些配角们的处境又是有一个对照，所以我想这样的对于这种浮华的东西的自觉，我想的确就是可以跟生活的甜蜜做一个连结的地方。因为当初其实生活的甜蜜就是问世的时候，教会还特别就是发出声明说大家不要去看，大家不要去看，要抵制大家说不要来看这些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是是，其实绝美之城也有就是扩大了这个部分。他觉得他不只是在拍人生，他也是想要借此去讲罗马这座城市，或者甚至是意大利这个国家。他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来到一个不做出一些改变不行了的阶段。